韩国啊，开始进入夏天了，所以最近就超级的热。我 Coco Plants 呢，就是这个月七月出了一个新品，是 Lion 的刨冰机，那就跟我一起来看看长怎么样吧。江江就在这里，这个盒子不知道为什么超级大，它到我家的时候我真的吓了一大跳，怎么会这么大？然后我们来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。粉底呢，就大概是长这样。然后他还另外送了一个 Snoopy 的水杯，是免费的赠品，大概是长这样子。来来来，然后我们今天的重头戏就来喽，我们来看看里面有什么。里面呢，大概就是长这样子，然后它有两个冰杯，然后呢，它的头呢打开是这样子，它是其实是一个手动的刨冰机。今天呢，我会用它来做两种不同的冰，一种呢是珍珠奶茶冰，第二种呢是用韩国的碳酸饮料，然后加上一些水果来做成的冰。我们要做刨冰之前，我们先得制作冰砖。如果觉得很麻烦的话，其实现在超市都有卖现成的冰砖，也可以直接买这种冰砖回来，就是回来做。在就是便利店呢买了奶茶，还有韩国就是热天的一个 Mickey's， 就这个现在呢也是在台湾可以买得到的一个碳酸饮料。今天呢，我会用这两种饮料做两种不同的冰砖。首先，我们先用奶茶。第二种是 Mickey's， 一种碳酸饮料。就是有点酸酸甜甜的，所以很适合夏天的一种饮料，我自己很喜欢。好，差不多这样。就可以送去冰起来啦。准备珍珠奶茶的那个料，那我在韩国的网上我买了这个组合，现在我们的奶茶冰砖做好了。那我们来开始吧。好吃哎，而且他家的即食珍珠都还蛮软 Q 的，真的蛮好吃的。
汤匙太小了，然后我换了一个大吸管。我们看一下 Mikis 的冰砖冻得怎么样哦，冻得很好哎。我们第二种冰品也做好啦，然后搭配的水果呢是哈密瓜，我们来吃吃看。其实你看它这个冰是很细的，酸酸甜甜的，这个也好吃。这个呢是比较清爽的味道。你们在家无聊的话，也可以做一些冰哦。然后我们下次再见啦。